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仲有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影片播出日期是12月1日。早前各大即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一个移民 case 的了。简单讲讲个移民 case 啊，就当时就有讲一个移英港妈啦，就有上载片段啦，就有讲起佢移英之后嘅感受，表示移民英国之后已经因为各种嘅小事而累积不满，再去到近排遇到交通意外，睇住自己架车俾人哋开车车门撞到，但系就反而俾对方指骂。而他去报警又不受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以及日积累月的压力就终于爆煲，令到他情绪不稳，疑似陷入抑郁，不断萌生想离开英国的念头。这位移英港妈当时就在影片里面有讲到跟丈夫和女儿已经移民英国2年半了，但是仍然未適應當地的生活，就有說到suppose 應該很習慣這裡的生活了，但是我覺得自己做不到。還說到為什麼我好像越來越不喜歡這裡，越了解這裡多就越不喜歡，我真的覺得這裡很差。相關的影片呢，當時就很多媒體都有報道，大家上網搜尋呢應該都很容易找到的了，這裡就做個簡介。最新的消息原來這一位移英港媽日前是回了香港的，標題還說終於被我恨到回香港了，喊曬口的表情這樣。整條影片當中都看得出，這一位移英港媽因為可以回香港，有一種可以說是由心而發的那個興奮開心的情緒充斥著整條影片的。儘管在影片內容當中他有講一些閒聊啦，在中轉站就似乎是印度中轉站的時候降落的時候飛機降落很急講一下這些事，但是他的表情都是很開心的，我覺得隻眼都是發光的坐在那裡等飛機的時候很累啊，虛脫啊這樣，但表情又是笑緊的，即去到這種程度然後呢 Simon 先提一提大家， Simon 認為呢他就未很明確地說他應該就不是說回流香港他應該是似乎是回香港幾個月那種似乎是可能是看医生或者是探亲之类。之后影片就播放一些他在这个应该是印度的中转站那里的一些插曲，就不关我的事。一路就去到夜晚10:08，终于等到就来要上机的时候了。我就讲到了很期待，跟住要坐5小时的飞机就回到香港了。然后我要去71买蜜瓜豆奶。然后又播放一些他在飞机上面的东西，就是飞机餐上下那些。之后飞机降落之后他就讲到我没想到自己在飞机真的降落那一下会喊出来的。好像哇我终于回到家了。之后这位移英港妈呢就是边喊边讲有些抽搐这样的了，就是激动那种了。有讲到行出来的时候见到中文2年10个月零几多日真的是很久没回来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癫终于回来了。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又很不安，就好像之前所讲很矛盾很害怕不知道香港变成怎样，但是同时又很想回到家。之后呢他就去了厕所刷牙洗面，当然没有画面的。之后下一个镜头呢就见到他的家人在机场接他那个位置。就真的其实完全是失晒控那么开心的。我在这里哇耶、见到其他朋友开心到都是失晒控的。那些我说真的扮不到他是女的我说男是不是
咁之後出到嚟機場啊，又好開心咁樣走入去71啊，去買佢嘅蜜瓜豆奶。又講啊，一行到間71度啊，一陣啊咖喱魚蛋味啊，即係香港嘅味道啦嚇。之後屋企人啊煮佢中意食嘅嘢俾佢食啦，咁樣啦。影片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影片咧大概就嚟到呢一度啊。咁啊，除咗俾我哋睇到佢可以翻香港係幾咁開心之外咧，咁啊呢條影片咧仲有個我認為係一個插曲嚟噶嚇。咁啊嗱，佢就翻香港啦。咁啊，佢屋企人固之然就送佢機啦，係咪？咁啊，然後佢老公即係送佢機喺機場嘅時候咧，有一段嘅對話咧係好值得留意噶。咁啊，佢老公就叫佢乖啦，記得食嘢啦，講咗一句。翻去睇醫生啊！咁啊，呢一個老婆就即刻睇咩醫生？黐線！個個都叫我翻去睇醫生，點解啊？咁啊，老公喺呢個時候咧，好認真咁樣講：你成日精神虐待你嘅屋企人啊，所以你要睇心理醫生。啊，個老婆就話：我冇錢啊，為咗家庭經濟著想，為咗儲錢，出年翻泰國探阿姨。我唔可以嘥埋啲咁嘅錢噶，老公仲喺度掙扎，就話為咗屋企長遠嘅全家心靈健康嘅著想，嗱個老婆直接打斷佢，咁依家我哋幸唔幸福啊？依家咪排緊 NHS 咯，煩交！老公其實個表情咧都已經放棄掙扎噶啦，啊有啲放棄嘅表情噶啦，又話睇咗一個先啦咁樣。咁啊，對於呢一段嘅説話咧，大家覺得嚴唔嚴重咧？係咪？啊，有網友咧，亦都有留言啊，咁啊提到就話遲早出事，你要記住，影響唔係你一個人，而係成個屋企同你一齊受。咁啊，好心就聽下你另一邊講，人哋同你認真講嘢，你又喺度笑騎騎。亦都有網民留言講到。你老公都出聲話你精神虐待屋企人，好心你就正視下自己情緒問題啦。啊，咁啊，呢一位怡英講媽嘅情緒咧，其實都好有問題噶。另一方面啊，Simon 想講兩句，就係呢個怡英講媽啊，心黃嘅。咁啊，佢喺影片當中就有講到，好矛盾，好驚，唔知香港變成點樣。老實講，睇到呢個心黃嘅講呢一句咧，我都唔知講咩好，係嘛？我總結一下就係咁樣講，可能比較好啦。就係呢位怡英講媽啊，咁啊，依家翻到香港，咁啊嚟到機場，咁啊冇人塞住個機場咯，冇人堵塞咯，所以你啲屋企人可以好順利咁樣嚟到機場嚟接你，你哋可以喺嗰度團聚咁開心。唔似我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澳洲伯伯跪喺度哀一班畜生唔好堵塞個機場，佢想翻去佢澳洲嘅屋企去見佢，唔知屋企有人就嚟可能就嚟過身，嗰班畜生理鳩佢死啊！但係今日呢班人唔存在啦。再去到地鐵冇人和你塞，去到隧道冇人塞住。那些紅綠燈沒有被人打爛到，打爛了那些，大概都整回好了。所以你可以很順利地回家去吃你媽媽煮去一些你很喜歡吃的餸給你吃。然後最後一個印象就是，即可能，以前的香港，你離開之前的那陣的香港，充斥著一個印象就是燃燒彈。去到依家香港啊，梗係變咗啦！變咗乜嘢咧？就係怡英講媽，你最新嗰條影片係最表達得好嘅，就係你可以同你細佬出西環打卡、行街、食好西，見到個海開心到不得了啊！我唔扮啦嚇，咁啊，即係你又好開心啊！坐電車啊，吹下風，懷舊香港，成條影片。完全睇唔出你喺英國嗰啲愁眉苦面，完全正能量啊！我唔知係咪真係個鏡頭出面有人攞支槍指住你逼你笑啦，
即總之香港就由燃燒彈這個印象變成你最新的那條片正能量到爆炸的這個改變，你其實就已經看得出香港變成怎樣了。再另一方面，三文一個不專業的角度啦，就覺得這位怡英港媽即有情緒問題的可能性就似乎高過 99% 啦。咁啊，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呢？我覺得咧，其實呢位怡英港媽嘅影片咧，都幾能夠代表到啊，即係揾到啲原因喺入邊，亦都幾代表到嗰啲手足嘅情緒。即係我認為啊，即係佢去到英國啊，以為英國係咁嘅，但係原來英國係咁嘅喎。啊，咁啊，各種呢一種嘅情況咧，就好唔開心。但是他一方面遇到的事情，然后不开心，另一方面他的立场似乎就要告诉他这里是很好的，所以两者之间这一种情绪是碰撞，是矛盾的，这种观点不断地碰撞。倒返转，其实回到香港也是，他回到香港临回到就很矛盾，很害怕就話唔知道香港變成點，咁唔知係咪周街有啲軍人攞住啲槍啊，隨時指住你嗰種啦嚇。咁結果其實佢都明知係冇噶，大佬翻到嚟佢又唔知道玩得幾開心。佢喺香港玩嘅影片嗰啲咁開心嘅狀態，你喺英國嗰啲影片入面咧係好難見得到嘅。但係倒翻轉佢個立場就要話俾佢知香港好恐怖，好驚。你話呢啲觀點矛唔矛盾咧？係好鬼矛盾嘅，所以咧佢哋咪屈到自己即係簡單啲講叫有病啦。呢一位就似乎情緒有問題啦。即係我認為個原因可能嚟自於呢一度啦。咁我覺得即係一方面佢如果願意去面對去睇醫生都係件好事啦。就另一方面咧，亦都即係有網友提出另一種建議啊，佢啲網民同佢哋講嘢咁樣，即係你翻到嚟香港可以去深圳行下咁隨時見到你啲手足咁同佢哋一齊玩得開心啲，咁你自己咪慢慢即係舒服翻啲咯嚇，即係唔知道咁樣幫唔幫到佢啦嚇。咁當然啦，又係立場嘅關係，即係可能佢係知道深圳吃喝玩樂更加高性價比嘅，咁但係個立場。他就不可以很恐怖樣你说怎样不屈出病呢，是不是？再下一则的消息，俄乌战争已经延续了一年多，近日就接连有乌克兰和谈小组的成员出来爆料，就说早起去年三月是有机会停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属的政党人民公仆党的议会领袖阿拉卡米亚，在上个星期五接受他们国内媒体专访，就讲到俄罗斯当时仍然坚持和平倡议，伊斯坦堡和平倡议非常好，是一份中介文件，如果落实，依家可能有20-30万人仲活着，超过一半的乌克兰不会被摧毁以及埋下地雷。我仲讲到俄罗斯同意就着克里米亚问题进行政治讨论，乌克兰作出了让步，但是俄罗斯让步的幅度更加大，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不会的了，他们只会越来越努力推进。报道还讲到，据指如果乌克兰当时同意保持中立，不加入北约，普京就准备在2022年3月底结束战争。另外，报道也有讲到，在今个星期四，泽连斯基的一个前顾问兼谈判小组成员亦都公开表示，当时所开出的条件，俄罗斯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让步，远比乌克兰退让的重要多，但机会已经错失，不会再回来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到最后。
咁啊，中意我影片嘅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同埋订阅，我哋下期再见，拜拜。